吓人的外号。行的，哎呀哈，好疼！A 抽五藤平 A 平 A 穿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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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闪现 A 没事，我死不了，这药多，药王居然会没到，不应该。先来个皮孩吧，你是刀锋先出破败还是先出三项呢？把闪现交了，金 A E A 平 A A 接 W 的穿 Q 上来，哎呀！偷袭成功！偷袭成功！我没有偷袭啊！我点到为止，我可没有偷袭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后排小兵黑个残血啊，一一，哎呀没中，停嘞停嘞，走位穿穿上来，停嘞，打不了中穿回来，这不行，这打人有点疼。这晚上打人太疼了。先来破败啊，行，信你们一把啊，咱就先破败了，咱也不先三项了，但我觉得耀光得先除一个，你耀光不除 Q 兵不够丝滑，你知道吧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场屠杀。弟弟平呗，这波那啥了，哎呀这波那 Q 技能有问题呀，两段 EA 抽 A 抽 A 抽抽 A 接大招空了，我就感觉要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Slain. Hmm. 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死了呀？肩负重担的感觉，就是一千个人全都翘首以待。没意义，有意义还行，没有意义不能杀，有大招能杀，算了吧，回家了。我先来个耀光吧。他们倒下的地方留下了自由的种子。先整个耀光，抠兵能抠的疼一点。空波线啊，他下边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，全都没有活下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哎，你说这刀锋有的时候人跟那小兵站一块儿，那直接抠着人了，怎么整？有一个剑的只能打英雄，但没有一个剑的只能打兵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先人，也是为了后人。是为了先人。双断翼 ，A Q A， 收回来 ，A Q A Q W。杀街大招 ，Q 一下 ，Q 小兵 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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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我将在你的坟墓里习武。美好的时代曾经。没中，你跟我满城被动 A， 靠！哎呀，没 A 死，哎呀！等个 E 好了，等个 E 能死，没有 E 刚才，这个 E 技能的命中率需要再高一点，拉的链长一点，稍微链拉的有点短了。打皮了，泽罗斯总讲冷笑话，好吧，
来，好好断他。哎吧，哎，请尽量跟上前，啤酒人，希望啤酒人没有闪现啊，走呗。哎呦，啤酒人区区这么高吗？那一个砸没给我砸死。啤酒人装备不错啊，那铁还好啊，肉弹冲击没打着，可以接受。婉豪来了，一块小石子就可能击沉一艘防御塔，肚子即将脱落。我先来个 小燃烧宝石吧，其实我有点无敌了。绝不为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血塔现在拔不拔其实都可以，别着急啊，先给它放在这里，一会儿我们有可能能双杀，啤酒人过来直接拿波双杀。招勾一下 A 接 W 的 A 接拖接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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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过来 A 一接，我就说双杀，这英雄伤害什么的太高了，那啤酒人都没吃我啥伤害，我就直接一个 R 穿两下死了人。拆二塔吧，你看不到的那个。哎，哎呦我操，我这抠没抠死的，这一下有点痛啊。这一下怎么会这么痛呢？也没有斩杀线，不应该呀。看来我的舞还会继续。这样吧，先来个这，出个水银海吧。他们家又安妮儿又啤酒人呢，我整个水银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。
那底下等大招了。麻烦你打他，他一点伤害也没有。那女人，那钢铁少女，杀安妮儿吧，不行就。哎呀，我操！这钢铁少女一点虚区也没有。他们家啤酒人上哪去了？哎，把这钢铁少女给杀了啊！把熔铁少女。你妈呢？打不着你！哎。安妮儿搁这里头呢吧？啊，没有，回家了。算了，不回家了，去中路吃点兵，把小龙打了吧。螳螂，啤酒人又掉线了。啤酒人，这玩意儿真是每一把都会有人掉线。怎么能没 Q 死兵呢？我这装备。我这装备一个 Q 不死后排兵，我都怪了啊！安静下来，是时候自己的节奏了。在这等一下，这安妮儿不行，右边出来个晚猴。走，杀熔铁少女去。跑，这英雄，这英雄跑的速度就跟爬一样。基本上他下马以后肯定是必死，跑肯定是跑不了。那五马了，那肯定就是够呛了。啤酒人虚区这么高吗？啤酒人，很遗憾，啤酒人的虚区不够。来个蟹手。刀妹先一敌人，再一自己，命中率高。你拉倒。你会玩刀妹儿吗？跟我来，下路可以杀，先吃个药。
有了蟹手，我们一个 Q 就能扣住后排，还可以。先拉对面，再拉自己 ，E 会很快。不想让他看到这场屠杀。我没看出来有哪块。这个 E。怎么扣断了呢？来点魔抗吧，出个振奋什么的。李牧复活了我，我不会服。那越短越快肯定的，你要想没有后摇你就提前放 Q 的一瞬间放，要么就是你要么就这样式的，你让他没有后摇你就直接在 Q 的时候放，哪有先后的，你先往自己脚底下放，再往远了放，他还能放多放一咕噜，你放先往对面放，再往自己脚底下放，还能多放那轱辘了吗？这不全死了吗？哎、我踢波死了。他女儿还飞的，走走位还飞的，这走位。50块，不行了，这一个扣扣后排兵又差一丝儿了，开始。干啥呀？我今天就杀他辅助，啊？杀你吧！这怎么这么痛呢？啤酒人打人有点疼啊，啤酒人。不是欺负那 AD， 那辅助不跑了吗？那辅助不跑的话，我是杀辅助的，我们不杀那 ADC。那辅助跑了，没办法了，那就只能 ADC 死了。有点狼啊。其实安妮儿杀不少人，安妮儿，安妮儿三件套。我们也才四件套，
来吧，啤酒人，穿街大招 ，A 接 W，A 接穿街平 ，A 接平 ，A 接平 ，A 接穿街 A 平 A 平 A 平 A 一一，呀，往哪走？永铁少女，陪我永铁少女想跑，永铁少女，我给你永个铁。有点快，我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。其实我以前倒妹玩挺厉害的，但不是说改版以后啊，改版之前，改版之前主 W 就真实伤害呢，这改完版了，这个 E 吧，这个 R， 哎呀，不好放。我不想让他看到这场屠杀，玩不动了。我在干嘛呀？这是。小兵那都没了呢，哎，我刚才是 EE 然后放的 R， 然后我 Q 人 Q 怎么能断了呢？你刀妹纯靠平民，你看刚才我的技能是怎么放的？我是 E 了一下，晚上我又 E 一下，我 E 到板豪了，然后我 Q 上去了，后边有两个小兵，我已经算好了这一波啊，我放完 R 以后，我先 Q 板豪，再 Q 小兵，再 Q 安妮，把安妮一 Q 死，然后回头杀板豪放个 W 呢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的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这 Q 为什么断了？我 Q 安妮儿身上，安妮儿刚才不是有我大招吗？我 Q 他也没毛病啊。不要伤害任何人，除非他夺走你的家。这，哎，给你抱回去了。哎。这家伙，哎，真鸡巴菜，再不玩了，这英雄太难玩了，好难玩啊！玩个盖伦都比这好，追他！追他！这玩意儿这跑的老慢了，295移动速度。挺幼啊。还有三杀俺们家的螳螂。这波玩盖伦全杀了，那可不的吗？要找回我的节奏。不行，我这种年龄段敢玩刀锋异世这种英雄，属实是有点膨胀了，真的。让他们一寸，他们就想要整个王国。能杀着。下路干吧，
谢谢银美扣着野。赶紧拆吧了。我操！没有队友吗？啊，队友呢？这安妮儿不把他杀了？我都卸手啊，都不好使啊，我卸手。我出个卸手都没能免逃一死。哎，这个虚虚是真高啊。把上路推了吧，不就你俩。其实我觉得直接推基地是没问题的，赶紧拆了吧。别墨迹。谢谢冷漠时光的办卡、啊、御剑飞行，那不行，打个大龙一波，快点，我不想再玩这刀锋了，别折磨我了，我玩点这鳄鱼多好啊，就是一千个人全都翘首以盼，你说的每一个字。上单四姐妹，我猴哥一个不会，都有谁呀？刀锋剑姬对门，我就知道他得给他个奖了。卡密尔，卡密尔还行啊，圆规人不随便玩吗？那圆规人，圆规人又不用啥操作，就是圆规人前期太弱了，不喜欢玩线上吧，不是那种爆发死人的，老得跟人耗。你要是阿卡丽，那确实不太行。让我杀了这安妮儿！哎呦啊 ，MVP 呀、啊！我都没想到 MVP 居然是我。MVP 竟然是我。